这个薪资的平均啊，达到6.3万元，你相信吗？我们在初期看到这样的数字，我们也认为应该有一个更合适的计算方式。对吧？因为是传统上，他是用这样的计算。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改成中位数的计算方式来讲，那么会让。 达不到这些数字的人更有感说，他是可以有努力改善自己。公布这个哈，让全国的这个人民听到，大家都错愕哈。因为这个尤其是网军哈，讲了很多很好笑的，说主计处是看到鬼了啊，是现在是粉丝太平还是怎么样哈？影响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，是影响我们机关的公信力啊。那应该要更实质的来报道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有查过，有68%的民众。 月薪不到5万，啊，那47%的民众哈月薪不到4万啊，所以我想说这个数字是真的是差太多啊。我跟委员报告，这倒不是影响公信力，它有它的依据，只是它是用。